이상합니다. 在那儿。
烧成灰烬，然后在火里面再现不见。
说对什么？好啊，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逆着异火的方向走。如果异火反噬，那你就真的在大界里永远都出不去了。现在我帮你护着心脉，你一心一意，专心观想。非常之人成就非常之事，小子，大有进步啊。